艾米的社交牛皮症又犯了，非要吵着去找他的吉他老师，然后在广场上去弹唱。你这技术行吗？肯定行啊，这叫看了一场演唱会，懂不懂？走吧，我们看他跑不跑调啊。OK， 那娃娃拎着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个娃娃，如果我遇到粉丝，就送他们一个；然后如果没有遇到的话，就送给我老师吧。因为他老师有个很大的抓娃娃机。是的，然后在那里的学员每天放学都可以有一个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位置了，我老师就在前面，看来没杀人了，我去给他加点人气去。艾米又给我们机会看他跑调了。来来来，给你们。你们好啊，马到了啊。都先躲在厕所去擦，这家伙淋得湿透，我还好，就头发有点湿，但是感觉太阳穴有点疼。咱俩淋的一样的雨，你咋就比我身体弱点呢？100，头还疼不疼？疼。200，疼。我的顶价500，疼不疼？不疼了，拿来吧。真的是一提前头就不疼了，我怎么可能给你啊？前天爸爸给艾米发了1000块钱的零花钱，对，我妈就想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给我抽干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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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给我我都不要。口是心非的女人，你给我试试。不给，哪个大傻子会给你啊？我可精着嘞，不好哄啊。我就知道你的阴谋啊。好，大家觉得艾米今天唱那个歌唱的怎么样？老人跟我说我没有跑调，整体来说非常的 beautiful。 你老人是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才没有呢，这是我真正的水平。这自信也没谁了。现在我就好好练习的，免得我妈妈有阴阳我。练好了再给大家展示一番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结束了，明天见。